讲到了，我也觉得到自己小学上。你才是暴力啊！有拍这东西来吗？有啊，而且还很多哎、欸。假的，假的，假的！哎、欸，那这是假的吧？都不会动，那是都不会动。看不到啊，卡在那边。标本。标本。有没有？哎、欸，大白。先进去是大那个大厅，不是大厅啊，就是像那中间有一个桌子。这我刚刚不是那个啊？我已经剪了哦。嗯，哎。不然你自己跟你走。嗯。你自己跟你走一走。你在这边走吗？不要！不要啦！那我你那个啊，没事，怪我看看。不要这样，你挖的。你们就刚刚出来帮我靠背我们。干不要玩！不要！大花大！想出来吗？我要出来了，五百。我给你最低价格。公定价。公定价。看后面有没有其他的？太假了，超假的。你这样这样，我们把它装一下，看一下，看一下。我们说哦，你刚刚买的，今天刚刚买的，三百五。你那时候刚刚买的，那时候你弄的多三百五就可以。蔡小姐，你这个有防水吗？我会吃虫子啊！买土豆，昨天不知道一袋，对呀，买来玩寻找钥匙的。干你来！他那个钥匙扔了。三秒让你们跑。那你挑的，你找到看什么？那你什么好？你讲的还是鬼抓？鬼抓来躲猫猫。那你那个你去那个上面。帅，干你！我躲在这里叫去上面。好啊。哎、欸、啊，等一下范围在哪里？范围叫大停车场。白色波啦。鬼抓。我等下会先回宿舍，我等下会先回住宿啊。要玩躲猫猫？躲猫猫吗？不认真啊。好，那就走吧。下一个，到路口再换。
但是我手怎么抖都没关系。太夸张也不行，还是干的。这样子会太夸张，把它剪掉了。废话。偏那边啊，那边是有人是不是？感觉你旁边是不是有人？他一直往，他一直往那边偏啊。他自动自动，最终安全。咖啡，他晚上又要陈博文他们去吃他一间啊。不要。那我就可以，我们去可以去睡陈博文的房间。你去睡陈博文那间给你睡，我睡完那间就可以了。哎、欸，炸弹金门，如果晚上看到这种地方，我不会想去。中式的房子、啊，就是这种房子啊，那这种房子通常都有出过事。中式的，然后都不拆是不是？没有拆啊，那种不会拆、啊。拆不掉。真的？为什么它一直往那边飘、啊？拿歪了吧？是我拿歪了吗？所以这只一定要拿正。对啊。朝哪里它就朝哪里的、啊。有那么麻烦？看不到，太黑了。你走前面，算了，让他走最后一个。去骑车来接我。好，你就在这边慢慢等。这雨就是变大，有啊，有变大，那就回去啊。你不觉得如果让他，你刚才说怎么把它弄直，挑这一颗？这样子，对，所以它是往下，它不能变到垂直吗？不行，它不能垂直。录影中里面一直玩，没关系，机会难得，把握当下。靠北，我不要了。你说不要就不要了吗？怎样？啊？卡五。卡五。好像，那有。多少？百。一百一还是一二？忘记。看你们都绿色的。跑五跟天香是什么样的？你知道蛮有味道的，还是我之前抽的那种？之前抽的就是 没味道，然后有股塑胶味。
们要全年买东西吗？可以啊。但是可以一个吃，一口吃，是吗？Thank you.
双手优惠，口味可以更高哦。那这剥皮辣椒是不会辣的啊，小朋友可以吃哦。没有。那橘色这张是薯条，你不要买吗？你要买吗？很适合跟家人一起分享。周开宇，你要买吗？那蓝色这张是酒吧会送，调酒都是送的哦。如果无酒不吃下来可以。还是不买，我们先去外面等他们。我们站这边。你要买吗？照样。好吃度加六球哦，不要吵在这里。哎，昨天你要喝什么？吃哦，这个不用关了。好吃度加六球哦，不要吵在这里。你帮我拿充电器。我现在一个好看一点都没有，而且你好像是等我想起好听一下要求哦。Hello， 要吃要求吗？牛肉球超特别的啊。我要记得给我。主要有牛肉，很挑选哦。中间才十六，我去做啦。肯定大街必吃，人气前三名哦。Hello， 李总。点菜这里是种不一样口味，可以挑选哦。媒体都。